Hello， 大家好，欢迎咁多位嘅嘉宾啦，咁啊仲有传媒朋友啦，仲有睇紧咧直播嘅朋友啊，你哋好啊，欢迎大家嚟到啦，系 Venus 黄敏奕嘉文星梦娱乐嘅记者招待会，我系今日嘅大会师，我叫 Edmund 许文谦 ，Hello 你哋好。嗱，其实咧 Venus 啦，黄敏奕咧喺过往咧有好多咧系电影啦，仲有剧集上面嘅演出嘅。廣為人熟悉嘅咧，應該係數翻去2014年啊，《女人俱樂部》嘅時候啦。咁啊 ，Venus 咧就飾演咧李麗珍嘅學生版。咁啊，大家咧就慢慢認識到佢啦。咁接住落嚟咧，佢喺 TVB 咧亦都有好多劇集咧，會陸陸續續咧咁樣推出嘅。咁啊，包括咧就有《刑偵日記》啦，另外仲有咧《香港愛情故事》嘅。咁所以大家咧都拭目以待啦。至於在音樂方面，其實 Venus 今天就正式會踏入人生的另一個階段。在記者招待會上面，我們也會正式宣布 Venus 黃敏奕加盟星夢娛樂。在這個時候，在這個這麼高興的日子，我們先邀請星夢娛樂集團有限公司行政總裁何哲圖先生上台和我們一起致辭。有請 Herman。 跟大家說一下，即是星夢娛樂啦，仲有咧 Venus 嘅合作係點啦？今日好多謝咁多製作部嘅監製同埋高層過到嚟支持呢個招待會啦。咁好高興今日我哋可以邀請到敏奕嘅加盟。咁其實呢件事我哋傾起嘅時候都係唔係太耐嘅事啦，而係話嗰個我見到呢個女仔嘅時候，我覺得佢仔好勤力啦，好好上進，有個好上進嘅心去做嘢。咁亦都當時同佢傾偈嘅時候，就係佢覺得即係可以開始即係做唱歌嘅一啲事業方面嘅嘢，因為演戲同埋演劇佢已經係有一段時間有啲經驗。咁唱歌方面，我覺得佢係好啱有個好好的性格同埋嗰個上進心去做呢件事，同埋佢嘅努力，咁所以我亦都邀請佢不如一齊加盟星夢娛樂，做多一個唔同範疇嘅事業啦，咁樣。咁所以喺由今日開始咧，就我哋星夢咧就同埋GG Talent 咧 Catherine 咧就會攜手去打造佢嚟緊嘅演藝嘅事業。希望佢除咗歌影之外咧，可以即係除咗影同埋視之外，有埋歌方面嘅發揮同演出。咁好感激今日係啦，景哥早幫我去做呢、這個砌搭呢個 press conference 啦。咁好多監製都係佢哋好忙，喺出邊開緊會都趕過嚟我哋呢個招待會。咁係啦，希望敏奕亦都喜歡加入我哋嘅星夢娛樂呢個大家庭裏面，一定可以嘅。咁希望嚟緊日子啦，喺星夢娛樂啦，仲有 GG Talent 嘅帶領之下啦，咁敏奕唱多啲好歌俾大家聽。嗱，講咗咁耐啦，係時候要邀請我哋今日嘅主角出場，我哋俾多啲掌聲，呢位樂壇新人 Venus 黃敏奕。恭喜曬 Venus！ 好，將支麥交俾你啦。Hello， 因為咧，我知道即係深信咧，你有好多感受咧，要同大家一齊分享嘅。不過咧，有個問題真係好想問你嘅，點解會有想做歌手呢個決定呢？首先要多謝 Herman， 呢樣一定係要多謝 Herman， 因為音樂對我嚟講由細到大係好影響我嘅情緒啦。我開心又中意聽開心嘅歌，唔開心又唔開心嘅歌，每一首歌都係我嘅配樂。咁所以音樂呢樣嘢，咁我細個有學彈琴啦，咁亦都有學過唱歌。咁但係可能喺呢一行嘅際遇方面，就喺演員嗰方面就多啲機會，咁就行咗去演員嗰方面先，自己都冇諗過太多嘅。咁直至到遇到香文嘅時候，佢突然間提起呢件事，好似突然間喚醒咗我內心嘅一團火咁樣，咁就覺得係咪真係㗎？真係有呢個機會啊！咁我會好努力，就係咁啦。既然咧香文喚醒咗你嗰團火啊嘛，咁有啲咩準備功夫要做先，即係做呢個歌手啦，真係。而家都係好積極咁學緊唱歌啦，咁自己都有練翻琴，咁同埋希望自己喺音樂方面有多啲嘅學習同埋發展，都跟香文學多啲嘢咁咯。咁我哋會喺即係呢一兩個月嘅時候，我哋會揀選啲新嘅歌咧，就俾阿敏奕嘗試去
學習啦。咁跟住我哋個 studio 錄新歌嘅。咁講起即係除咗即係我同阿敏亦傾開，即係大家對音樂佢發展音樂一拍即合之外咧，其實都要多謝佢嘅經理人 Catherine， 因為佢係我好耐嘅老拍檔啊。Catherine 上嚟講一句。来来来，咁呢个时候，不如我哋有请 GG Talent Management 嘅 Miss Kevin Kwan 上嚟同我哋讲翻几句啦都。咁啊 ，Catherine 同我渊源都有16年嘅合作嘅渊源噶啦。咁啊，一直我哋都系喺工作上一啲好嘅拍档。咁所以大家相识咗都由2004年到而家啦。我唔记得。系嘛？可以讲得。系 ，Hello。我其實就認識了香文很久了，是啊，以前的舊公司啦，咁就一路都好信任佢嘅，咁所以我希望 Venus 更上一層樓啦，同阿香文合作。嗯，多謝你啊！咁所以咁啱啊，啱同阿 Venus 傾開時候，咦，我話你經理咧，咁佢話啊 ，Catherine 我。因為其實 Catherine 喺十幾年前，唔係喺五年前，可以唔好成日講十幾多年前。其實識咗好耐，啱啱開 M Club 嘅時候，咪做嘅時候就啱啱 Catherine 簽佢嘅時候，亦都係啱啱星夢開始嘅時候咧，就差唔多嗰啲日子。咁其實喺星夢之前，就 Catherine 同我都夾過一間電影公司做咗製作，《星換藍海》就拍咗 Catherine 拍咗第一部嘅寒戰嘅第一部電影咁樣啊。咁所以我哋嘅合作咗都好多年，大家互相有個信任喺裏邊，咁所以希望今日開始咧，我哋星夢同埋 GG Talent 可以再將敏逸嘅演藝事業再推進多一步咁樣，多謝大家。多謝。希望咧未來日子咧，即係敏逸啦，今日透過咧就係星夢娛樂啦，仲有 GG Talent 啦，打造啦喺演藝上面啦，同埋音樂上面咧係越嚟越成功，為樂壇咧注入一啲新鮮嘅色彩，好冇 ？Thank you。係，咁啊呢個時候咧，不如咧我哋再邀請多一位貴賓上嚟啦，就係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節目及製作副總經理杜志克先生，有請 Felix。咁咧 ，Felix 啦，仲有喺 Catherine 啦見證之下啦，咁 Herman 咧。咁啊，有少少嘅心意咧，想送俾阿 Venus 你嘅。哇！有請 Herman， 就係嗱呢個一個好靚嘅 Fender 嘅 Earmon 啊。咁呢個 Earmon 就其實阿麥振東監製幫我去選出嚟，咁我覺得好靚，同埋好啱嚟緊阿 Venus 嘅音樂嘅事業咧。咁呢個係一個這個箱仔就可以俾你帶住嗰個 Earmon 咧。就周圍去做嘢啦，咁樣咁所以希望你嚟緊啊唱多啲歌俾大家聽咁樣。好，真係好中意啊！多謝。好，我收一收你支麥，影張合照先啊，咁多位。好。好。嗱呢一份禮物咧就係 Fender 嘅 Ear Monitor 啦，咁啊希望咧就係Venus 咧可以咧嚟緊日子咧唱多啲好歌，越唱越紅啊！由今日開始咧就係星夢娛樂同埋 GG Talent 咧聯手打造黃敏逸嘅演藝事業，希望咧喺演藝路上咧就係注入更多新嘅色彩。係，我哋先望望左手邊嘅記者朋友啊，再望正中嘅記者朋友。好，再望望右手邊。好，正中我哋補多一張啊。OK， 唔該曬。嗱，咁多位請留步啊！嗱，我知道咧，今日咧都有好多咧戲劇啦，同埋非戲劇嘅經理啦、監製啦，仲有代表咧嚟到現場咧，就係祝賀 Venus 嘅。咁不如呢個時候咧，咁多位一齊上台。咁我哋舉行一個咧簡單而隆重嘅祝酒儀式啦。又請咁多位。咁啊，戲劇方面啦，我哋加油哥啦，係啦。另外仲有咧，係俾多啲掌聲咁多位嘅經理啦、監製同埋代表上台嘅，可以上嚟啦，係啦。仲有關樹明啦。罗学恩、丁善儿、方俊超、陈志刚、叶振辉、林肯监制。另外非戏剧方面有小慧姐啦、B 哥啦、Michael、张鸿赐、赖慧堂堂哥啦、张伟、阿祥，仲有我哋嘅唱片监制Joseph、韦京云同埋陈泽中阿钟哥嘅，有请咁多位。好，我哋分两房啦，咁当然唔少得啦。
當然唔少得啦。電視廣播有限公司飛戲劇製作助理總經理余詠珊小姐，係唔該曬咁多位，我哋可能要拍埋少少啦。好啦，我哋親切啲啦，我哋咁多位，我哋影翻張大合照，見證住啦今日啦 ，Venus 黃敏奕正式加盟星夢娛樂。好，咁稍後時間咧，我哋都會有好多補相嘅環節嘅。咁呢個時候咧，不如麻煩工作人員啦。我想講講啊，Auntie， 不如上台影相啊，係咪？阿敏奕媽媽今日到場，睇下我哋俾多啲掌聲啊！咁啊，係啦，媽媽，你媽媽上嚟係咪影咗相？好，好咁多位影翻張相啊！好，望望正中間先。好，咁啊，亦都勞煩啦，工作人員啦，將香檳杯咧就係遞上啦。咁稍後時間啦，我哋數三聲咧就舉行一個簡單而隆重的祝酒儀式，就再補多張相。全後全後，非常之開心啦！就係有好多即係戲劇啦，仲有綜藝嘅一啲單位啦，同我哋一齊見證住啦。Venus 黃敏奕加盟星夢娛樂，咁希望未來日子啦，就係 Venus 啦喺音樂上面啦，仲有演藝上面咧，係事業蒸蒸日上，唱多啲好歌俾大家聽。好，我哋不如咁多位再補多張相啦。我哋望望出面嘅記者朋友。好，我哋預備三二一， 3, 2, 1, 我哋舉杯，耶、yeah! ！好，我哋預祝啦 ，Venus 喺星夢娛樂啦，仲有 Gigi Talent 嘅帶領之下啦，製作更多高質素嘅作品俾大家，為樂壇注入一啲新鮮嘅色彩。希望很快可以聽到 Venus 的新歌，同埋嚟緊咧，仲有兩部電視劇咧，都會陸陸續續咁樣推出噶。唔該曬咁多位，亦都唔該曬咁多位啊，戲劇啦，同埋非戲劇嘅代表嘅。好，咁多位可以休息翻一陣啦。咁接住落嚟咧，我知道香文咧就想咧補多張相嘅，就係咧。星夢的團體的同事們可以上來拍一張合照的，同阿敏奕見證著一個這麼開心的時刻，好嗎？好，那多位星夢的朋友，幕後的同事，你們幕後功臣，我見到你了，已經可以準備出一出來了，是的。因為咧，即係好多嘅星夢嘅同事都嚟到現場啦，咁佢哋咧就製作好多咧音樂嘅作品嘅。好，好，再望望中間記者朋友，右邊，好，唔該曬 Auntie 同埋 Venus， 接住落嚟啦，我哋仲有張星夢娛樂嘅團體合照嘅，呢班幕後功臣係啦，鐘哥，好，又請咁多位。可能要一起褪去右手邊少少，係啦。好，在大家影相的同時啦，亦都同大家講翻聲啦，係 Venus 黃敏奕加盟星夢娛樂嘅記者招待會啦，已經係嚟到尾聲㗎啦。咁啊，再一次咧，多謝咁多位出席嘅嘉賓啦，仲有傳媒朋友啦，同埋收睇緊 Big Big Channel 嘅現場嘅觀眾朋友啊！
希望大家咧即係俾多啲信心 Venus， 嚟緊日子咧會唱多啲好歌。多謝曬大家，拜拜。